对一中道到三点，遍地黑暗，差不多三点，耶稣大声嚎叫讲：“伊利伊利，拉玛撒托盖尼。”就是讲，我的上帝，我的上帝，你啥事放下我？第二位圣经记第约伯记，旧约约伯记三十八章第一节到第四节。约伯记三十八章第一节到第四节安尼讲。彼时，耶和华对外邦的中间应约伯讲：“哪一个用无知的话，互你所议论的无明，是自罪啊！你着下腰，下腰亲像大大丈夫。我问你，你应我，我系伫地的地基，彼时你伫哪了？你若知影，就应伊，也就讲伊。我一个圣经十二个四十二，约伯记四十二篇。”就是我所未想出的奇妙，我所不知。由你听我的讲，我问你，你应我。我前耳孔听见你，但我的目睭看见你，所以我家己厌恶，在哀鸣甲悔悟的中间翻过。咱今仔日要做伙来读圣经，来读经句。伫咧四十二，约伯记四十二章第五节安尼讲，咱先来读大意。